漂亮，来这一盒有十只，算大只的哦。大家算大只，来，来买虾买沙买叉拢个只，来买五百买四百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来三百块。有没有想炒的吧？来沙巴，沙巴炒虾三百块，没有人会买啊。啊，不然我再一盒给你好不好？来沙巴块的，我嘛小姐赚钱哇，沙巴块，大哥你买吧。你若买中秋节快乐，今天我送你三。来沙巴，我要两天沙巴了，足少啊，三天啊嘞。来沙巴块来炒虾，来买只来较紧嘞。是十批的，十批的，哦，来三百块，今天在宜兰会塞爆。第二秒上来，炒虾三只，五百，别别三百，来三百过来炒虾。哇塞，这炒虾呢，我用，用胶我来切。来三百过来，不快点，等我，等我哈，有，都拿得到哈。来，不快点，等我，不快点，等我哈，来一样十只的，哎，一样三盒给你们。其实哈，十只的三盒要五百。赶紧啦！吼，你哦，中秋节参加好个来，来三百块，好人无看到无？来炒虾三百块来，中秋快来，三百块来，来炒虾三百，来最后节，好来好，谢谢，后边老大下边，来弄我弄我弄我，谢谢好啦，谢谢。来三百块，来无咩就等我，无咩就等我。来最后个四个人给你哦，还有四个哦。今天你几个啊？稍微，用几下呀？来三百过来，来赶快，最后三位了，没有炒虾了，没有，这是真的没有了。哎，艾米啊，大家都有啊？哦，伊这吼是咧别欢喜的呢。来，真的来一盒100块，你没得买的了。要把我的送秀啊，来三百过来，安尼有啊吼？来，帅哥要干嘛？不要考虑了，哎，不要考虑了，这个真的太便宜了，都有了，好，谢谢。我大哥来三百块，我来去。来三百了，三百了。大哥一个，来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，炒虾三百块龙虾哈，来谢谢，来捞一瓶来，超大块的蛙颈，哦，了不起，哎，这七档的这来我也了不起，这捞鱼专包啊，捞一瓶啊。我在吃而已。都一天全部了，对不对？都我拢出去了，你都有无吃的，今天有无吃的，上次你有买到有吃的吗？还没有买到，来，都给吹出来，来，然后要再来捞一瓶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讲今天这只大台，我爱花五百。但是这种我实在叫我你搞点的，我卖别家五百，卖别家四百来，三百块我捞一片来，三百块来捞一瓶。三百块，公告，公告给你。来三个，好，来。我这个没有，南哥带你去北京拜，那边不能拜。来。不然弄我，你老婆也被冲了，我给你做婆，你老婆干什么？好了，哎，一千五上，八千了。四目一片，别说。我来三百块嘞。当然啊，这把刀切太短了，这细节要我爸可以。欸、真的很大块呢，来三百块就好了，捞一瓶。来沙发过来，来捞一片，还有两位，最后两位而已，捞一瓶。来沙发过来，各有三百杯就捞一瓶，大碟哦，不是小碟哦。来沙发，最后两位了，都买到了，捞一瓶。沙发沙发，五四三二，好，谢谢。来沙发过来，好，一道啊，一道。来，吃较好的哦，你拢吃好的，来，无吃的无介济啊，今仔炸只尔。无刺的鱼肚一片要120-130，老贝姐三百块，我都无钱的收来做，来三条四条，来五条你啦，是啦，别个见得到啊，哎呦，安尼唔够收啊，来，我就收两个刀，再到位，来捞一瓶300块来，等一下大哥，这边也两份，这边也两份，好，哎，五片300你买不到了，不要再想，不要再问了，收来多不送安尼话，来300块来，再上来够了，没关了吧？最后两位了，一度来300块够了哈。好，先来，好，别老多还没来，都还没取分呢，分得了啊，来一度来，都安尼去买啊，一度最后结了，姐妹啊，看起来没买哦。哦，我没有问你是不是要两份啊，我忘了问你是不是要两份。OK， 二来。再多两份，再多两份。这是你家的好老婆啦，两三，我才给你啊，一百三
其他我啦，通通其他我啦。我啲手连都得，好唔好？我都其他得。快点，我哋叫你煮好呢个。三百。来点，对了哈，来修哥这两瓶五浪仔来，来要吃我们的日式甜不辣的，哦，超好吃的，真的我已经连续好两个礼拜两天了，我玩两天买弄我行，哎，一定弄我行这，因为真正好吃，你紧买哦，这个明天没有了，来我要吃一个二十块，我不能讲，我不能我别讲哦，因为它超厚的真材实料，你若用烘的哦，烘起来是外脆内软，超好吃的，来两百块，中秋节买来，日式甜不辣。两百块，你大家拢买会着？来四袋，来六袋哦，你来八袋哦，你。啊，这里爱甜不辣，啊，来两百块，来十袋哦，你来两百块，这两袋够哦，你来两百，买袂买？一个。一个而已哦。可以。谁买的？大哥买的。来两个。两个哦。中秋节别出去了。我明天不想看到我的日式甜不辣的，你们赶快买。两百块，那总共几个？五个哦。花莲华爱节吧。但是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哈。这十二片卖两百，其实有便宜一点点而已。我阿玲等我一下，来买十二片，我再送十二片。来，冷半盒二十四片给你们，来搞包裹来给你们。一条细的哦，二十四片哦，不是十二片哦，你包包一条细的。阿修等我一下，就等阿姨我咧客上班。来，我们加这个鸡腿排的来，这是椒麻鸡腿不会辣。你喜欢吃辣的？哎，这个很好吃。我只有这里而已哦，没有了，后面没有了。一支无骨了，一支来四十块，老贝进来两百块过来，椒麻鸡腿排，来两百块。两百块。用烤的、用煎的都很好吃。来两百块，来三支二厘，来四支二厘，来五支六支二厘，来两百块。两个。无骨啦，无骨啦，椒麻鸡腿排，然后加阿无七支八支二啊，来两百块，阿无九支啦，无十支二厘啦，让你嚼爽快，来椒麻鸡腿排，真的好吃，而且没有骨头了，真正做旁的，你看你看哦。你唔免揢等于厝，甲知影讲好食歹食，你甲遐揢着吼，你甲偏一下，哦，真的很香。它的调味真的调得超棒的。来两百块椒麻鸡腿排，两百块来，赶快十几号恁喊我恁进来，来两百块你要送去啊，来两百块。来椒麻鸡腿排，还有人需还喜欢的吗？赶快来十几号恁哦，椒麻鸡腿排小姐要吗？来两百块来，客人不要再问了哦。哎嘿，香皮啊！椒麻鸡腿排，每天不什么才味呢？来冷半锅椒麻鸡腿排，这个真的很香，是香的辣，不是辣的辣。来冷半锅来，最好冷哎，椒麻鸡腿排就没有了。后面的小姐要吗？我要赶快。哦，最好冷哎，好。椒麻鸡腿排，来最后一位喽。来都有了哈，最后一位没有了，等一下我没有椒麻鸡腿排可以卖你们了。来冷半最好姐让椒麻鸡腿排。我们老听讲哦，我们的朋友来了八的五十哦，谢谢啊，没叫过。今天那个桃园机场也是在爆。来修卡卖卖一千，卖开八百，来五百块，来三个人去买买。五百块。小姐，五百块有水无？你修卡超漂亮哦。吃新多的，我这不是在省会卖修的，卖修我无在好修，啊卖千里头。来五百块，来修卡，来五百块，来三个客人出价了，修卡五百块，客人可鲁哦，来五百了。六只了，来三个客人吃了，来五百块来小哥，来小姐啊，给吃小哥来，进来进来，来五百块的，我一起来小哥啊，没考虑啊，七八块，五百，七八块，七八六块，大概五百嘞，来小哥来，赶快就开始，很可怕，有了有了，等一下有人在提交请假嘛，来挪威进，然后谢谢，来挪威进，三四五六日五天四夜这样，啊，你够该啥？跟我讲，来点咩朋友我来，来挪威好的哦。火眼的超好吃的，不高吧？是吧？对哈，一袋八十五块来，两袋、三袋、四袋，你来，免啥事，搁一箱的啦。老尾再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，免啦，搁一箱的啦。来三百块，嘿，挪威进一片三百块，没人买哦。来，弯小姐、弯帅哥会来，外公来，不要不要笑，来三百块，这样免酒。三百块，五百。嘿，三百块来。挪威进一片，来三百八片，来后边老大也袂难做，歹势歹势，老大你通出一声声好。哎，来三百，拢歪啊，四个而已啊。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这里几片，这里三片，这里四片，卖三百，是我卖三百，便宜一点点。何高兄，来加个我哩，赶快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中秋节，各加上一袋，来三百，我总共是九袋哦，不是六袋哦。来三百块，来五袋、七袋、八袋，来九袋哦！你来，南方澳北了，挪威进一片，来三百块，来，赶快赶快，要吃进一片的动作快，一个人九片给你，来三百，九片还没拿上，哦，来，来这边拿到，来
来沙发过来，来虾米片，沙贝鸡啊，今年挪威鸡片，来沙发都换过哦，大哥啦，哎，来沙发好，够人无关掉无？来六片八片啦，再送一片哦，来烧饼烧饼烧饼，来沙发都放红吹鱼，来。去吃吃咩片来沙巴，拢都啊啊贵啊，无面羹饮咧，有人无？我有水，我有水。今日来沙巴，来六片。有人，我有水啦。来八块，来九块，互你来沙巴，好，安尼拢乖了吼，真正好吃。你无咸过啊，今日用真诶就多只。来沙巴好，通通诶用烤的，更有一个香，哦，各级独特的香味是较好吃。来，这个是什么？来，这个日式甜不辣。来，刚才几个客人买？五个，对，二十四片哦，里面有二十四片哦，来，上面挂掉，日式甜不辣，来，我这里，我这里，来，给我点椒，来，阿哥，我不要啥，来，龟头哇，龟头哇，来，回去啊，能办能给让给你啊，不啊，没有花吃完的，两个客人而已，快买了，我真的没有花吃完的，来，能办红，小姐，你个冲咩人呀？阿妹落这一包能办，回去我还落这一包得了吼。来，谢谢。哇，我刚才给我回去晚餐，我这边来找一百。好来，阿哥要吃来龟头春虾哦。来，我要吃来哦。林经理，大行拢有行到，龟头无行到，因为你外口进足少买，对，足歹买，对。因为今年的龟进口进来的龟都没有头，真的都没有头，因为哦，人家头都在外面，都在外国就切掉了。来，我要吃来，伊是只头上好吃。你老要含嘛吼，规爿甲皮蕊含有够含，啊，毋过进鱼头，即只得爱二百五，我两只无哩，得爱卖你五百来。有要食龟头的，即两三四个人计，即两只要揢底含，揢底蒸，揢底煮米线，免五百四百，来三百，四个人计了，来两百块我，200块来龟头，200块，龟头很贵啦，两颗300都买不到了，来200，最后三个人计龟头200块咯，装备俩，一个要俩啊。来三点，再四点，来啦，这点够合理啦。可以，你脚缩过来，来500块，哎，两片就300-400块了，4片给你，来5片给你，来鲑鱼500，来够人要吃鲑鱼的动作快哦，很漂亮哦，来500块，最后一位鲑鱼500块，够人没买了无？对了哈、哦，谢谢，快你买哈、哦，来给你来5片哦，不是800，不是600哦，500块而已哦，来秋刀鱼，哦，别喊嘛，给你，今年秋刀鱼超贵的。真的超贵的，你去哦，你去那个卖场买，很小只哦，大概这样。我买一片哦，几家呢？阿桃一斤半豆豆，3只5张，30-50块。这哦，这桃也300多啊。老贝价啊，我去三百一百都不够俗。老贝价200块啊，这秋刀鱼用烤的，你不要杀哦，不要杀，千万不要杀。因为秋刀鱼的肚子那边哦，你杀掉那个养分会跑掉，它的最营养的地方在肚子。来，我要吃龟尾嘞，他们要给拿爱多行行的硬条安尼俩。来，美国八只十块400300了，来200块了，今天买个枪。秋刀鱼200块，小姐人给吃200块，你没有要跑，你用煎的。小姐，感谢你捧场。我跟你讲啊，只有中秋节当天来才有啊。这两只我收你上，不是十二尾啊。来200块来。200块，我200块是12只啦哈，来这7只、8只、9只、10只，这2只再给你，这2只吃我的，算我的。来200块来秋刀鱼，够人要喊，有人要煎嘛？来200块，哦，这几样好吃啊，而且营养哦。你喜欢吃秋刀鱼的，来200块，12只给你，我再送2只给你，我要秀的，我袂安尼比细只较秀的。来，我要吃秋刀鱼，200块来，这是大猪的6条。来8条、10条，来12条给你，我再送你2条。来200块，安尼拢关了没有？秋刀鱼都拿到了哈，秋刀鱼拢有啊。好，来谢谢。哦，有就好了。来，还有吧？秋刀鱼不啊？我这里还有水嘛哈？来，那个酱烧猪肉。茶的那个开禧乌龙。来，上面叫红嘞。开禧乌龙。乖乖，好，全部归包哦，2公斤好，我知道。2公斤哦，1公斤就300咯。这2公斤我当作1公斤咧卖你，免600，免500，来300咯，300块来，规包拢我你大了嘛。
来烘梅，沙发烘梅。来烘梅哦。我恁脚爽快来烘梅，来沙发了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，加俩加俩。来烘梅，沙发烘梅，赶快，规包拢挂嘴。快搁底下吼，我要较少，好冇？唔免啦。看难度汽车也赛车的怎么办？来沙发，安尼拢挂了吼，放落。300块，哎，我存了几百万的钱呐，这一包沙发好可别别玩咯，快快快。拜拜拜，来来来，小姐，你叫我去选择一下，来，谁要我来？啊，香鱼我来。来，要吃香鱼，我先卖香鱼了。你大只，可是今天是公的哦，哈，因为今年母的。太公哦，太公，我买买，真正哦，我花了不让你差不啊。一箱母的可以买两箱公的，给你香鱼是起价的，来500块，是不是？来500。我那边是要看你的钱，给你花一点，来500块来。来，拢我哩来，香鱼500块，再涨贵。来500块的起价，我白白六块。来500块香鱼，来500块来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动作快啊！我一只杀人呐！不要杀，不要杀，香鱼没有人再杀了。来500块来，对位来。来，掌柜你来。来，香鱼500块，动作。他先拿钱的，他已经拿给我了。先收钱。安怎啦？卖为着我玩天了吧？来500都。啊，不爱走啊，对吧？哎，哦，不爱走，爱喝冷的喝啊。香鱼500，阿好，阿好，刚才我喝一半，阿好，来来来来，啊，谢谢你，来500块，各有人无看到吼，各边也无看到。多谢你。哦，安尼好，各边结账。啊，冰块加钱，你要加多少？不用钱啦，啊，来来来，开玩笑的啦。来，这里够不够？来500块来，上不包条香鱼去嘞。来龙华哈，来香鱼带海北了，我先变黑下来。来海北想要吃，动作快哦，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很甜。你要要吃这样几份，没开500、700、300。外公啊，中秋节至少一份都300啦。哦啊，这里不用，我让大家买得到。这里4份要卖1200，来一样4个客人，200块完。200块来，要吃白虾的来，200块完。来今天海北黑200块来，来当天。这一盘一样4个客人吃就好了，真的很甜，要烤要炒，要煮汤都可以塞，煮满来200块弄完呗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一盘不是卖6个呢，这一盘卖5个，来最后一个4个客人吃，来海北虾200，各有人无买着虾无弄完哦，啊，这4个人去搁卖未完，好笑啊这，来快紧，好，安尼4个人去，弄完弄完，来阿伯吃酱烧猪排来，你要烤肉的不要怀疑了。这两盒就将近400块了，真的好吃哦！两盒1公斤，两盒就是1公斤，它不不了，它是已经腌好的酱烧猪排，非常好吃。里面一盒里面有8片至12片，背得记账一遍。这两片行吧，绝对要首选。哪一个？没洗吧？来300块，300块酱烧猪排，来300块。刚才买500的走了哈、哦，茉莉是走了来。来钱给我下我台的那，不要考虑了。你知道你绝对会再来买，明年中秋你绝对会再来买酱烧猪排，一克还送你，来两克啊，300送你一克啊，来，我你吃可以，你可以烤，你可以煎，你可以炒，都可以。哦，来，这里啊，真正的贵宾嘛，都这样。来300块来酱烧猪排来，来500的，来没有拿到的等我，我还有，我还有，还有两个。来，他会找钱哦，稍等一下哈。来酱烧猪排两克的400，来300，一克还送你，靠呀。真正是要你欢度中秋的啦，安尼袂好哦。来酱烧猪排来，还有谁没拿到的？动作快！2盒300很便宜了，你们在等什么？你唔知今年猪肉足贵，我袂恁遐俗着。阿个烤肉阁好食哦，这个我自己都烤过了，所以我知道它好吃。来300块来，2张1000。来300块，阿个有人无看大你有无？这有咩无？无晓，勿紧勿紧，会来300块来。300块，你有1张500，已经自己找了哈，阿七啊，来弄快点啊，酱烧变9块，有一样哦，来300块来，还弄快点啊，啊要2盒300就很便宜了，我再送一盒，空空啊，我赔，来300块哈，好谢谢你们，你价钱这个怎样啊？我赔给你明天了哈，来，这个是真材实料的了哈，来啊，蚵蛙鱿鱼来啊，小香肠各卖几块啊，来。小香肠再卖一次。哦，这小哥在那悄悄等我，我等你。小的先卖大的好不好？来，小香肠。先卖大的。算一百，今天就走。什么米干？算一百。算一百哦，算一百，无呢，没有货呢。下个礼拜要看看哦。来，要吃蚵仔鱿鱼，来最后一盘，4个客人吃，来，可以开300，来200块完。
200块来喝瓜鱿鱼，来几两几分200块来，四个客人而已哦。来，拿钱快点，最后一盘了。来，今天帅哥别来，来啊，兄，来200块，你这边你别装枪喂。两点。哇，安尼哦，啊点点就对。来，来客瓜鱿鱼200弄完。最后两位，最后两位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不罗林二了。什么都要霸完？我靠，霸完！我阿霸完了，我也阿华出声啦！我讲要吃霸完，我有霸场，我无霸完。来两百，来最后两位喽！最后两位扣我鱿鱼，不用等，不用等，我马上给你们哦，让你们带每个人都买得到，都熟的钓，拢吃的钓。来，免300，免500，来200过来，两个免了哦，安尼拢甲给我那个。来200块，来四位就好了，四位就好了，都给你们了。来，可我有一半啊，多一半呢啊，你忙多做两半呢，再个要买无啊呢？来200块，只有这一盘，来200块，都买到没有？可我有一两个呢啊，好，谢谢，两个满价走的啊，这两个满价二月啊，我一个300，可我有一。啊，不是那边吗？来这边哦，帅哥帅哥，来来来，很难吃，很难吃。来200块来，伊要看见。来300要扣啊，鱿鱼的，无要留啊，无要留啊。来大爱，你把个美女叫来做生意，分掉。大哥，再买一盘会不会困扰你？200袂百块，百百块，来100块都。你两个人硬熬买袂都。我实在无想要搁等嘞吼，搁卖一摆啊，因为我物件太济，我吃卖200我也卖袂完。来脆皮小香肠，有买过的就知道好吃，超好吃的。来刚才买的举手。400，都小贝接过点牛吧。炸哈、啊哦，来外公，我刚才是卖215条，哦，真的好吃，因为今年猪肉涨很高，哦，给你提拔去做管，做好吃，做侪人头买我的烟钱，等一行拢买几包的，无人咧买我花的，拢买几包的好啊。来外公，赶快15条，恁煎互恁烤，真正好吃，唔免200，啊，都要买200吼，不好意思哈、啊，我有来问啊，你还是不爱讲的哦。15条，你绝对好，绝对煎炸，100块来100块来，脆皮小香肠100块，给面糊啦。这个你没有烤肉，平常时候用煎的，煎切片，插个嘛做起来来，脆皮小香肠100块，15条你，慢个想啊，今年钱不够阿香，赶快上给你来100块买未？一个15条，哦，很香哦，哎，很煎哦，哎，9个客人要吃小香肠来9个，15条。来，虾多啊，4个客人，来，大哥怎么呢？来，虾子这边谁买的？来，海白虾，我、哦、就是你的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来，阿黑银，上面吃黑银的500，500刚才收济哦。来，要吃300块啊，来虾仁来，什么东西？小香肠那边还有一包，还有很多啦，还有一包呢，没有一箱啊，这样。来，300块，要吃黑银。一个尔，来你看好哦。来300都，大家拢我哩，来黑鱼300块，来料料的，来300块来，拢我哩。3个客人买起来，虾仁，来300都，来不会太紧的黑鱼，炒饭炒面啊，好吃啊。来300块来，来前面要两块，来3位而已哦，赶快。来300块黑鱼，来你三个人坐坐坐坐，来300块最后一个虾仁，来300块来。所有了吗？最后一位，黑银300块，拢准备了未？刚要看完者，我做倒来哈，你袂太紧。